的了解加深，普通的匹配和排位赛已经不能带给我们更多快乐了。这时候就有一些宝贝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，创造了很多很多玩法，像恐怖香水、小车赛跑、国王模式等等新奇有趣的娱乐模式。不过今天呢，一台就要玩一种更有趣的玩法，叫做《射雕英雄传》，也是由别的第五玩家创造的娱乐自定义玩法。顾名思义，就是蜘蛛只用吐丝来打先知，要求如下：该玩法需要四个先知和一个蜘蛛，选择一个封闭房间，如红教堂的教堂和月亮河的马戏团。先知们不能离开房间，否则按照自动弃权处理。蜘蛛不带天赋，不能使用攻击技，只能用蛛丝吐先知。先知可以用鸟抵挡伤害，被蛛丝吐倒就算淘汰，是不是很简单呀？好了，那就要正式开始比赛了哟。先让蜘蛛小姐开个二技能，我们再把队友摸好。接下来就是找个绝佳的位置蹲蘑菇，踢掉小了，队友都在那边。让我看看，小老虎先被发现了呀！靠近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逃走哎！蜘蛛丝了，是一只腋下的小可爱。哎，那老虎呢？Surprise, motherfucker！ 天哪，你咋跑我这里来了？快快快，你看，这边的野已经被我占领了。让我看看，牵扯到现在的四号先知，这个鸟不错，不过鸟咋那么多呢？是不是该偷偷洗鸟了？关键时间结束了，我要呀！小杰怎么在这儿？没想到我决赛圈被淘汰了，大意失荆州呀！看来是四号先知赢了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皮肤。你看他穿的多黑，多好隐藏呀！下次我也得穿黑的。娜娜，宝贝比较喜欢什么娱乐玩法呢？小观众们，赶快在下来，先听完你念你哦。